小姐，要在哪停车啊？什么？停车？你刚才不是说要来独立桥的吗？哎，老兄，你有没有弄错啊？我是说要去红帽桥，你怎么把我带来独立桥呢？什么？红帽桥啊？你还不快点带我去红帽桥？你啊，真是糊涂司机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我要坐这边。没有了，刚才我先生他们回来。你千万记得替我写三大五小啊。三大五小啊，就这样啊。啊，好，拜拜。怎么要去打牌？不赌钱，留在这里干什么？小朋友，你们在这儿吃顿饭，陪丽图玩玩啊。阿姨要出去了。饭菜我都做好了，给孩子们吃吧。来来来来，吃饭了。来，大家坐下。我还有坐哪里？我在这边，我在这边呢。丽图，快把碗筷拿出来。好朋友啊，来我家就像在你们家里一样，千万不要客气哦。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啊！最重要是要吃饱，知道吗？知道。我不会客气的，我在家里每餐都吃三宝啊。真是个贪吃鬼，难怪胖得像只猪。其他我现在拼命督促你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来了，把饭过来哦。我要。谢谢你的这个是你的果冻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来，我来盛饭。哎，对了，叔叔啊，我今天要吃三大碗。啊，叔叔，你看，怎么少分？待会儿我再去煮多点。饭不够吃不要紧，我们吃多点菜。好，我要来盛菜。啊，咸鱼，咸蛋，豆芽，豆干。哎呀。阿娇啊，你怎么搞的？连饭也不煮多一点。那你就不会下厨房去弄一弄吗？我走了。吴太太啊，快点！好了好了，别催了，来了来了。哎哦，阿明啊，刚才我叫阿辉买些东西，记得去在啊。哦，太快点了，去就知道了嘛。哎，来了，催死了，愁死了。小朋友，你们饿了哈？我带你们去吃一顿好吃的。姐夫，怎么那么迟啊？哎呀，别说那么多了，把东西搬上车吧。哎，好了，姐夫，再见了，再见。是刚才那位小姐留下的。
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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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中头奖了。哎呀，你呀，脑子里整天就是打牌赌万字票。那还有什么事情值得你那么开心的？哎，阿娇，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，说不定啊，明天报纸上还会有我的照片呢、啊。什么好事啊？从今天开始啊，我可以告诉我的大客，说我把大客留在我车上的东西送到报馆去喽。真的？我明天要跟老师的同学们说，我爸爸是个诚实的好司机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爸爸很诚实，那么他的儿子一定很诚实吗？你们听人家说吗？有其父必有其子嘛。哦，对了，我的东西呢？什么东西啊？我叫阿辉买的东西啊，没去载啊？阿辉，刚才我吩咐你去载的。哎呀，我忘了那些东西是我们的。你送给人家了？不是，我以为是大客留下来的。已经送去报馆了。什么？你真是个糊涂鬼呀！我明天不敢跟老师同学们说了。说什么？因为我爸爸是个糊涂鬼，那我呢？不是个糊涂蛋吗？有其父必有其子。大家准备好了没有？好了。好，现在开始。喂，如果你还不说出那东西放哪儿，我就打断我的腿！打断我的腿！打断了，是打断你的腿。认真一点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只是也玩玩罢了，干嘛要那么认真呢、啊？这个话剧呢，是要在校庆日的时候演给你们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看的，对吗？除非我们不演了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就好好的演，这样子啊，才不会给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笑话。啊，依刚才啊，阿飞对你说要打断你的腿的时候，你一点也不紧张，也不害怕，你还跟阿飞嘻嘻笑。好了，不要笑了，你们。他的样子都不可怕，我干嘛要害怕？现在是演戏呀，你要表现的害怕，害怕一点，知道吗？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现在是警探的女警员了。啊，你们现在在幕外和阿飞对峙，叫阿飞滚出来。哦，好了没有？好了，开始。里面的乱天成，你们已经被警察包了。现在，我限你们在3分钟之内放下武器，并请所有人出来投降。再，那个阿美不出来怎么办？如果你们再不出来的话，我们就要。我们应该怎么办？你这个糊涂的警探，你连你自己该怎么办你都不知道，还学人家来抓人。我记起来了，丢手榴弹。手榴弹？什么手榴弹了？你想把屋子里面的人都给炸死啊？是催泪弹啊，把那些阿飞逼出来。对呀、啊，是催泪弹，我忘了。我也忘了。哎呀，那书生刚才呢，你在叫阿飞出来投降的时候，你讲话呢还不够大声，你要很有气力的，要镇定一点 ，OK？ 你这样子呢才能够使得阿飞害怕，对不对？哦。好，再练习多一次，喊大声一点啊！我看我演给你看好了啊，你跟着我啊，听着啊，里面的人听着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不对不对不对，
里面的人听着，大声的。哦，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警察包围了。现在，我限你们在3分钟之内开门出来投降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可要从群里散了。艾薇，准备群里战。是，yes。Yes 啦。Yes。阿飞，阿飞啊，演戏啦！哎呀，嘿，他在做梦。哎呀，警察来了，怎么办？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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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每一个人的台词呢都不熟啊，回去要多加练习，知道吗？真的，出了100了，真的。就是啊，自己就是太有钱了，打得真不错。太太，今天手气真不错啊！哈，因为这么多钱了，今天的手气特别好。哎，怎么吴大要回了？再晚一会儿嘛。哎，要走了。今天下午还有事呢。哎，今晚再打过来。再见呀，吴太太。哎，来了呀，就是啊，怎么晚了？你这个糊涂鬼呀、啊！那我告诉你，现在你跟傅文呢、啊、去打电话，看你妈是不是在陈太家打牌啊？快去快去快去！哎，走！哎，我也去。哎，我们上楼去。啊。不如我们就在这里排练我们的戏好吗？这样子啊，好吧，反正你们刚才演的也很好。好啊，剧本在这。台词也不熟，好，我们就在这里排练。哦。那你们记着啊，刚才你们在演戏的时候，你们的声音还不够洪亮，尤其呢是你在叫阿飞出来投降的时候啊，你的声音可以放得大声一点，尽量给他大声，而且、凶一点。OK， 来试试看。飞叔叔，不然你示范一下好吗？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听着啊！里面的人听着，我们是警察，你们已经被我们重重包围住了。现在，限你们在3分钟之内，把身上的武器丢在地上，举起双手出来投降。
么多朋友啊？快开球！开球！快球！别动手，快开球！快！哦哦，快快！谁来了？啊！哎呀！哎，走，上楼去看，快！我啊，我可以把他们直接带到警察局去，说不定啊，明天的报纸还有德士司机抓贼记呢。有啊，那两个人跳上你的车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向你摇手，你就讲跟我们点头。我以为你在跟他们说拜拜啊。哎呀，你真是老糊涂。哎呀，那我岂不是又做了一件糊涂的事？别急别急，我知道他们躲在哪儿，我马上去报告警方抓贼去。不够饭吃吗？还做什么？来，猜猜看，什么菜？咸鱼、肉干、肉干。你们还猜什么呢？我打开了福星，知道了吗？啊！我们今天要吃狮子碗，狮子碗。
快点吧。小明，忍着。哎，那么晚你的书包了。追追。是妈咪哦，妈咪你早。这几天阿豪姐刚好请假，妈咪和爸爸又要上班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。我懂了，妈。午餐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放在保温瓶里，你要小心点，不要把保温瓶摔破了。哎呀妈，你怎么把我看着那么没用嘛？有事可以打电话去医院找我或者找爸爸。还有，虽然学校已经放假了，你也应该好好的计划一下，按时温习功课，不要只顾着玩，不要赖在床上不起来，不要吃太多的零食。爸爸说你不能再胖下去了。还有，妈，不要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，不能了，像金的得似的。我刚刚放下，我要好好的玩。我不是说了。听话啊，别惹嬷嬷生气了。快去。你，哎呀，算了，太晚了，明天再说吧。你就是这样，孩子都让你惯坏了。哎呀，明天我好好收拾他，行了吧？
起来吃早餐了，真的很痛啊，会不会是破伤风？你呀、啊、紧张大师的老毛病又发作了。哦，什么老毛病啊？你儿子的老毛病，他怕自己染上了破伤风。真是的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肚子痛。哎呀，怎么搞的你？三更半夜吃了半只冷冻鸡，不肚子痛才怪呢。啊，对了对了，我要提醒你，最近医院发生了两宗霍乱症，你要多注意一些啊。霍乱？嗯，是不是又吐又泻的那一种？啊，外面卖的东西不太卫生，不要随便买来吃。嗯。哦，可是昨天我已经吃了。对了，讲起昨天，我正要骂你呢。我给你准备的午餐你不吃，却跑到外边去吃，你看你多么浪费。妈咪，你呀，几时才改掉你贪吃的毛病？哎呦。吃东西好吧？哎，好了，哎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吃了吃。你们不怕染上霍乱？哎呀，饿了，饿了，这再说了，就是嘛。还想什么霍乱呀？前天，我国发现了两宗霍乱症，有关的病人已经接受检查和治疗。
卫生部已经派人调查病菌的来源，他们也突击检查了好些小贩摊位。卫生部也说，公众人士应该注意饮食卫生，一遇到有呕吐及泻肚子的情形，应该马上请医生检查，以确保安全。这个孩子总是乱吃东西，刚才我还看到他吃冰淇淋，大概又泻肚子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，你少喝点酒好不好？只喝一杯嘛。你是医生，不是酒鬼啊！哎，酒啊可以杀菌，也是预防祸乱的好法子啊。你发疯了？不是吗？酒里头含有酒精，酒精又有杀菌的功能。我喝的酒就可以把我肚子里的全部细菌杀掉。酒可以杀菌，也是预防霍乱的好法子。在左敦道。该睡了。怎么？猪的疾病。怎么？想转行养猪啊？喂，这是我从旧书堆里找出来的。从前呢，我的志愿是当兽医。哎，不是啊。哎，不玩不玩。哎，你，哎，你还酒啊？给我。哎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。不玩不喝酒。你别开喝，给我，给老板。你喝完了，给我放手，放手。爸爸，我是不是得了霍乱？哎，傻孩子，你没病。哎，别担心了，你忘了。爸爸是医生，可是我一直想泻肚子，又想吐，爸爸，我会不会死？哎，别胡思乱想了，好好睡，来来。爸爸，我头疼。喂，什么？头疼。哎呀，头疼，一定是你昨天喝的太多酒，不醉死你才算你好了。你说酒可以杀菌吗？这。哎，爸爸说笑的，你当真了 啊傻孩子。哎，你该上班了啊，有什么事打电话到医院找我。知道了，去吧。啊，给我请个假。啊，不问了，爸爸上班呢。好好休息啊。拜拜。拜拜。不问，吃点粥吧。我吃不下。哦，来，妈给你量量体温。妈，我口干。哎呀，庄太太，你们家真风雅，又养鱼又盆栽的，哎呀，布置的好雅致，我真羡慕你。这两只蝴蝶真有趣，你看还会飞呢。真好玩啊！哎，庄太太啊，你是从哪买的嘛？哎呀，真有趣！你看，你看，太太，喝茶。啊啊，好，谢谢，谢谢你坐。啊，好好，真好玩。来，喝茶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啊，哎呀，那座
奖品那么大作，哎呀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，哎呀，哦，我猜啊，一定是傅文的杰作。哎呀，我真是羡慕你了，做太太，你有那么一个聪明的孩子，又能干，哎呀。哎哎，你们听说啊，楼下那个张太太啊，又生了个女儿了。哎呀，她这个人呐、啊，想儿子想得发疯了，现在还是给她生个女儿，一定把她气坏。哎呀呀，你看你看，坏报来了，实在太恐怖。你看你看，是医院发现了两宗。哎呀，小心点就是了。傅文就是瞎紧张，以为自己得了霍乱。啊？什么？傅文得了霍乱？哎呀，这孩子怎么这么可怜，那不幸啊！何太太，不是，哎，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要去看看他。何太太，何太太，啊啊，他在哪家医院？医院？啊，不，他在房里呀。啊，在房里。哎呀，我一定要去看看他，我看看他。何太太，他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要去看看他。这孩子又聪明又活泼，我平常就是最疼他的。何太太，可怜。怎么会得了霍乱呢？他不要紧的，何太太，他不是，别吵醒他，他睡着了。那我们到厅里去坐吧，来来来，不不，我要陪陪他。哎呀，你不晓得啊，平时在电梯口，平时在电梯口碰见傅文总是安迪前安迪后的叫个不停啊。哎呀，我对他比对自己的孩子还要亲呢。是吗？哎，对了对了。傅文是什么时候生日的？何太太，你太客气了。小孩子做什么生日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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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只想知道傅文是属于什么星座的。喏喏，报纸上就有啊，可以预测祸福的。这个我们不信的。哎，你别不信呐、啊，很灵的。喏，上星期啊，星座就预测我先生会有小意外。哎呀，真的，他在楼上就摔了一跤啊。哎，还有啊，星座又说，我那个两岁的小女儿啊，会有横财啊。哎，真的真的，她不知道去哪拿了个小皮包回来，里面啊还有，有两毛钱。哎呀，虽然只是两毛钱，可是那也是横财啊。哎，何太太，你说你说星座是不是准极了？是不是很准？准准啊！哎呀，傅文，傅文，你差点把我吓死了。喂，啊！你们看，你们看，星座不是说我本周会有不平常的遭遇，会被一些事情吓着，但是最后还是有惊无险。看，傅文呐、啊，刚才把我吓得半死，还差点啊心脏病爆发呢。哼，看，这不是马上应验了吗？阿婷，你快帮我看看。哎，好啊，你是什么时候生日的？啊，七月三十号。七月三十号啊，傅文。七月三十。啊，在这，在这。是狮子座，怎么说？狮子座的人呐、啊，本周要注意健康，尤其是肠胃方面的毛病。哎呀，你看，不是准极了吗？傅文不是刚得了霍乱吗？啊，安迪还说什么？快点下去！如果健康情况不改善，很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。严重的后果？什么严重的后果？严重的后果，可能要天天躺在床上打针吃药，何太太，或者什么？何太太。会死，死太太你！哎呀，傅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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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傅文，醒醒啊，傅文！何太太，你怎么可以吓他呢？我可没吓他，星座是那么说嘛，你看你自己看啊。好好，我们出去再说，出去出去。哎，傅文，你好好休息啊，啊，你会再来看你的，不要叫我啊，我看你。我不要死！喂，啊，杨静啊，是的，什么？约傅文去爬山？我看不行啊，他生病了。是的。哦，好，拜拜。他怎么了？从早上到现在没吃过东西。哦，也许是没胃口，别勉强他吃了。我还是看看他。哎，他刚刚才睡着，别去吵醒他。
下午那个何太太来过，吵得满屋子都是声音。哼，这个长舌婆真是。傅文今天一整天都在嚷着头晕，说口干，全身没气力。嗯，这种病叫急性软骨病，一般上起于天气炎热的时候，患上这种病开始会泻肚子，不久就会全身没力，不想吃东西，很快就会觉得疲倦，到严重的时候还会四肢发抖，舌头发白，口干，两天以后会全身发软，肚子绞痛，然后死亡。你在说什么？哎，怎么了？我在跟你说我们的儿子，哎，你却在看什么猪的疾病。哎呀，你到底关不关心我们的儿子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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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看看他，行了吧？啊，哎。走走走。啊，傅文，傅文，怎么了？傅文，傅文，哎，起来，哎呀，你怎么了，傅文？哎呀，怎么了你？怎么了你？哎，傅文，哎呀，怎么了你？傅文，我不要死，我不要死，我不要死，你怎么了，傅文？妈，我是不是得了很严重的病？很快就要死了。哎呀，谁说的？傻孩子，你没病啊。是啊，爸爸早上给你检查过了，你没事。你们骗我，你们骗我，我知道，我什么都知道。喂，你在说什么傻话了？一定是下午何太太把他吓坏的。真是的。哎呀，哎，你怎么了？我要打电话给我的好朋友，我要跟他们说再见。啊，傅文。你有什么？我要看看自己手风度，以后我就永远扛不住了。小心，这里坐。你怎么一个拿给我？什么？就只得了这么一个奖杯。妈咪，爸爸，我死了以后，你们要把它放在我的身边，傅文，跟我睡在一起。过来，怎么搞的？啊，怎么回事？你看他是不是昨晚喝太多酒，伤了脑筋啊？不太可能吧，也许是伤病吧。我刚才给他量过体温呢，没有啊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的重金脚快断了。什么？我回去了。怎么办？哎呀，啊，我回去了。哎，来来来，我回去了。重金脚快断了。叔叔，进来进来。哎，傅文，来来来，来傅文，傅文，阿姨。哎，哎呀，傅文，你真的病了，又多可怜了。又是吧？哎呀，你来了。哎，我来了。你哭过了，就是吧？看来他这是病了。嗯，我不但病了，而且要死了。死了？开玩笑的。开玩笑的。你到了那一天，你们一定要来送我。啊？你们要到我的坟墓前来看我，还有要唱歌给我听。等我死了以后，你就把那些玩具送给我这五位好朋友。傅文，你在说什么？傅文，你到底生了什么病？傅文，你问我爸爸好了。
问我？我怎么知道你是怎么回事？爸爸，我都要死了，你还不说？哎呀，你到底说什么啊？啊？你想想，你昨晚和妈咪说了些什么？昨晚我跟你说了些什么？没说什么，我只是说傅文不舒服。嗯，你正在看那本什么有关猪的疾病的书，还说了一大堆有关猪的病。嗯，说什么恶性软骨病的？是啊，我说的是猪啊。爸爸，你是真的是猪？是啊。可是我也觉得全身没力，不想吃东西，口干。爸爸，我会不会像猪一样得了那个什么恶性软骨病？哎呀，人怎么会跟猪一样呢？你是喝多了酒，又吐了又泻了，所以才会不舒服啊。傻瓜。可是新猪上书，那是何太太乱说的，是迷信。迷信？嗯。哦，原来傅文以为自己是只猪。我不是猪。假期生活要好好安排，要不然闲着没事胡思乱想，连病都想出来了。你不知道吗？他是锦江大师嘛。是吧？可能就是。哎呦！是木特别怜爱呀、啊！
我说啊，他不是在采集植物标本，也许他是在找寻写作的灵感，是吗，树生？嗯。哎，对呀，你们听啊，春天呢，你是花的妈妈，红的花，蓝的花，张开小小的嘴巴。杨静，你果然是样样精，十八般武艺样样通，你朗诵诗歌你也行。哎，过奖过奖，我不但文的行，武的也懂得几招来。别吹牛了，还文武双全呢。你不信，那我们来比比看，比就比，难道本姑娘怕你？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、啊、来，你们准备打架？哎，你别紧张嘛，我们来这是运动，不是打架。嗯，我提议我们来一场竞走，怎么样？我参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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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参加。哎，书生，一起去吧。好，现在我来宣布竞走规则，大家听好哦。第一，不许跑；第二，不准走捷径。哎，什么是走捷径啊？捷径就是不可以走短路，清楚吗，小迷糊？清楚了。那么第三就是，最后一个走完全程的人要受到处罚，大家同意吗？同意。哎，最好学狗爬，学猫叫也行，还是学猴子跳舞吧。大家准备好了没有？好了。好，我们从那里开始走，终点在蓄水池门口。OK。OK。走啊，走，走啊。还等什么？快走啊！走啊！走啊，走啊！哎，快点嘛，你们。嗯，我看，嗯，这里这边，这边好，这边这边，嗯，这边。快点啦！打起精神来吧，要不然你又要走最后了。就是要吧，小老头，我们几个让你先出发，过了一分之后，我们还是能够赶上你的。不好，哎呦，还客气什么呢？走啊，走吧！小老头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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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树生，是啊，是小老头，怎么会是他呢？他怎么也比我们先到？嗯，一定有问题。嗯，走走。哎，怎么会是他呢？快点！哎呦，真的是他啦！啊，啊，你第二，你第三，他们呢？嗯，树生，你别装傻了，为什么你会？